嘿。艰苦的煎熬，他非常清楚自己现在能够面对敌人，取得敌人对自己信任的机会，是他的战友们用牺牲换取来的。他必须谨慎从事，步步为营。不过我答应你，让你实行之前活得舒服一点。阁下有所不知，我父亲虽然是中国人，可我母亲是日本人。我14岁就到了日本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日本人。中日战争爆发以后，我到了中国，本来是想给大东亚共荣做贡献，可是我的身世，所有的日本机关都不肯录用我，生活被逼无奈，我只能抢劫。如果早知道打劫中国银行罪过要小一些的话，我不会抢日本银行。你会下棋吗？很粗浅，在战前曾和赖月大师门下修过2年。哦，是吗？舒白知道他还必须接着用一个更大的诱饵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下去，直至把他们带进那个战友们布置好的包围圈，直至完成组织上布置的任务，把敌人消灭，为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报仇雪恨。我明白。将军，我还知道一件事，不知道是不是对将军有用。在战争初期，日本海军的左派曾经有一次叛变，他们将乙型潜艇中要运给德国人的物资放在了中国的山东，以备日后反战用途。其中一个人跟我是至交，他最后死在中国。临死之前，他把物资藏匿的地点告诉我。なんだと？お前あの物資のありかを知ってるというのか？那你说出来看看。我就算告诉你，也没有用，因为那批物资藏在青岛崂山的大山里。不过我朋友死前带我去过。将军阁下，我可以带你去。就算你不能免除我的死刑，临死之前，我至少还可以看一看大海，我还可以眺望一下我曾经生活过的樱花国度。好，徐少，我会认真的把这件事汇报给上级。
再也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了。北平宪兵本部监狱全是日本兵看守的，我没打听出消息来。联络人怎么说？他说舒白一定会上去青岛的火车。是，联系人说，舒白会尽可能的在开车之前把情报交给我们，要万一拿不到情报，我们也上车。 等拿到情报以后，舒白会分三种手势告诉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方向：揉眼睛，交接情报，揉太阳穴，立刻行动。用右手梳头发，马上就撤。那到时候，如果我们真的撤了，日本人达到了目的，突然翻脸，那舒白岂不是很危险？那就要看舒白的判断了。联系人说，这也是舒白自己提出来的要求。 枪才成样，少爷，可那是日本人的东西啊！日本把我哥都打死了，那又怎样？不要枪，你哥还能活过来？为了乡里乡亲的，总不能不给他们面子。您说的对。 你起来，你再不起来连你一起打！你敢拿枪对着我？你刚才也看见了，他咬我命！是他们让你做日本狗的，我愿意啊！我看你挺啊！你们家不也是？我们徐家才不是日本狗呢！天少爷，你少说两句吧。
少爷，咱回吧，一会儿日本人来了就不好了。我听你爹，我们也报仇。你爹以为是日本人杀的，要求你去找日本人报仇啊？就是，关我什么事？是我杀的吗？是日本人杀的。二少爷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来了来了，日本人来了，日本人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！ 人听我说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日本人的仇，哥们答应你，跟你一起报。但是咱现在不冲着项目镇自己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お前ら。 喧嘩是怎么了？喧嘩，这内。喧嘩，我也不能有。やつは、虚無の人間だからな。なんで？聞こえたか？はい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我容易吗？为了乡里乡亲，我忍辱负重。 本部から金を調達してくれないか。今すぐだ。何に使うのですか。その金で宗家の家を買い戻してあるんだ。そんなことに金を使うのですか。信濃の金は信濃で使わねば。これも制服のためだ。 啊，那女，一女的是吧？哎，福哥，福哥，怎么了，二哥这是？怎么回事？说话呀！跟少爷一块读书寡的二根找少爷拼命。二根人呢？ 幸亏天少爷拦着，要不然二根就被少爷打死了。为什么大少爷啊？日本人杀了他们家三口人，那跟咱家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咱们跟日本人是一波的了。回去给少爷买牛肉饼去。哎，啊，多买一份啊。哎。 徐桑的棋艺果然不同凡响，确实能够感受到赖月大使的风骨。哪里，阁下谬赞了，我已经觉得步履艰难，恐怕不出十手，这天下就是阁下的了。徐桑。 我们歇一歇，先看看风景吧。打倒日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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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他们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，深深震慑着叔伯。叔伯在心底里，默默地向三位烈士致敬。中国自古道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个人的力量，哪能阻止历史的洪流？ 就像这盘棋，我自负地说，若不是续上，顺势而为，恐怕你未必能坚持到现在。是，螳臂挡车，本身就很可笑。生死有命啊。 我做大西岛。嗯，受过。嗯，旭上，我恭喜你。上级说，只要你找到那批物质，你的死刑可以撤销了。万分感谢阁下的成全。无需一说，这一说。 你看，天下已尽我所。阁下，果然有国手的气风。嗯，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要赶上最后一班去青岛的火车。好。今天最后一班开往青岛的火车也要开了。 军饷非让咱们收，然后去把徐家的房契地契还了，再把徐宅的账销了。日本人替徐家人销账，差不多。当初你跟保国夫要干的事儿被我拦着了，现在日本人出这头了。 徐家人面子怎么这么好？好人坏人都给他们供着，不是为什么呀？当时你嫁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没有徐家就没有香木镇，徐门的君子堂就是前朝皇上也得敬着。哎呦，还前朝呢？这都民国了，那日本人都来了。日本人就是冲着徐家来的。 钱咱能不要吗？不要，不要账也得消。你这儿特美吧？少给我扯！这钱不要白不要，这徐家是你去还是我去啊？日本人在门口等着呢。我可没脸去。早知当初，在许叔那儿做恶人，现在倒好了，那好人让日本人做了。 我去。您拿什么呢？房契和地契。哟，您这早就准备好了吧？要不你去。这大半夜的，你着啥急？明天不行啊？
黄山那个畜生在门口挡着呢，今儿晚就得销账。在镇头，就都没了。你还有功了你，以后离他们远点，听见没有？嗨，小王八羔子！嗨，都走。嗨，太兄，四妹，等等。徐家所有在我这里的房契地契，日本人算了算账，把所有欠的钱都还了。我不要。叔叔，这是我们两家的事儿，我不要日本人的钱。叔叔，钱我收了，又不是你收的，不收钱弄不好一家子都没命。刚才二根就死在我面前了，咱们香屋镇不能再死人了。这算什么事儿？是啊，算怎么回事儿？早知道我就给你免了，倒让日本人出了这个头。他们要拿徐门七级院子当书院。我方长青，要不是老婆孩子一大堆，我早。我受伤。
事总有个头。美兰嫂子怎么说？她说恶人都让她做了，倒让日本人做了好人。我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君子堂再重开，许家就跟以前一样。我知道，你一直都想让咱们家恢复到父亲在的时候那样完整。可是这样得回来的完整，我心里不舒服。这样重新君子堂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君子堂要重开，地契和房契不能要，这些要不要无所谓，身外之物。但是如果日本人要主持开堂，就不开。开馆授课的是你，怎么是东洋人？他们挨家挨户登记造册，让所有适龄的青少年都来君子堂上课。战乱年头，人心慌张的，都来读书有什么不好呢？我上我的课，就算只有一个学生，我也愿意教。但是如果他们逼我上课，就算做了满馆的学生，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生意人了，每天迎来送往。可是这些房契地契你又不要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哎呦，天少爷，天少爷，您万万不能去呀！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天晚上死的，那二根用白布盖着，都是日本人端着枪守着，他们要干嘛呀？赶紧去！哎，天少爷，大小姐要知道没拦住您，那我可就倒了大霉了。那你的事儿。哎，天少爷，放手，放手！哎，天少爷，还是我陪您去吧。是他干死的二根。呦，少爷，咱们回去吧。你们给我等着。少爷，徐家现在的房子是徐家的了吗？是啊。那为什么不把钱收起来？房家不缺钱，也没地方放。收起来，慢慢的为自治队发军饷。自治队都是方家人，让他们把命拿出来，也用不着送钱给他们。这么说，这钱是没用了？没用也得放那儿啊。
徐家大宅迄今院呢，好几百亩地，不能白给。昨天袭击皇军的人放在了贞子中间，这件事情，你负责。负什么责呀？负责让他的家人把他的尸体弄回去，然后埋葬掉，然后让他的家人。 为皇军偿命，因为他杀死了一个皇军，二根也死了。总是会有人愿意出来收尸的。你要跟关山小队长在一起，要不然没有人 敢去收拾。另外，君子堂马上就要开课了，我需要你来负责一个非常大的仪式。负责，我啥都负责。王太太，告辞了。你的先生合作的很好，看来 那天晚上没有把你们全家通通杀掉，是正确的。我凉着了。这帮王八蛋！我去当镇中控场。 他叫你去你就去啊！二根家都死绝了，我要不看着，旁人替他收尸就会白白送死。明天去，让富贵跟你去，他懂东洋话。你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一急了准翻。我不会忍着吗？ 什么时候要是徐家能开课，兴许能够太平些吧。别想太平了，当家的，你要是不想太平了，咱们就早做准备。 少爷，你在这里看什么？眼睛长我身上，我爱看什么看什么，你管着吗你？别动！宝姑，宝姑。 心里烦，想找我聊聊，进来吧。哎，能帮我个忙吗？帮我去买点酒，买点菜，满街都是日本人，不想看见的。好吧，那你进来，我呢叫亲娘帮你去打酒打菜，好不好？ 我还是那儿等着吧，有劳了。这是乾隆年间的瓷器，你打碎了是要赔的。房契和地契 要还给方家。是。你到底是明白还是糊涂？我很明白。
乾隆年间的，对吧？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吗？哦，徐家的祖业，这座宅子更贵重，但是皇军把它还给你了，你却不领情。那是我和方家的事儿，徐家不领借来之事。什么？你不懂。我在中国读过书，多少懂得一些。让我来告诉你，支那以及大东亚的疆土，以及这疆土上的一切，通通都属于大日本帝国。我打碎了你的此举，要赔偿给你，因为我尊重你。要不然，我打碎的就只是大日本帝国的东西了。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许淑荣先生。你的自尊心只有在徐家的大宅子里才可以拥有。如果我把这座宅子给毁掉，统统的烧掉，并且你和徐淑荣先生也已经不在人世了，那你的自尊心还存在吗？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战士，你和许书成先生更加不是。你何必因为那一点点的自尊心失去了我对你的尊重？我看不到你一点的尊重。刚才确实没有看到，不过我可以把你想要的尊重捡起来。如果你想在这里开学，又不尊重我们的话，怎么样？中国有一句古话，叫玉石俱焚。我还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知易行难。在我看来，中国的文人没有几个可以玉石俱焚的。许书成先生，对不对？许书成说没有房子，开不了书院。我把房子还给了你，你却不要。这样吧，让我替你们想一个你们都满意的办法。我尊重徐家，一直到重开君子堂。明天我在方家等你们。天少爷，这天儿可不早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你在徐家待了多少年啊？20多年了。
陆书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那你话呢？你跟我说说。书白老爷他性格随性，不像书城老爷那想前想后的。那要是说比起大小姐来，你甭跟我妈比。我是说，凭你的判断，如果陆书白在家的话，他会怎样对付日本人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书白老爷他没谱。你像，他在家那几年，他如果没事儿，十几天都没动静。我觉得跟少爷您一样，跟我一样，我啥样？书白老爷什么样，您什么样啊？啥都一样。那你说，我妈恨不恨他？这我可不敢说，我也不知道。一问三不知，你还知道个啥？我是一直是跟陆爷，就您爷爷，大小姐的事儿，那小翠最清楚了。回家。哎，慢点您。看尽烟花。